准备了长皮带，对手也很强，就等你露两手了。对手是布鲁斯，中线赢家车队的队长，就是在我频道里挑衅你的那个。娘，热弯最快的街头车手，只能是我。等会儿的比赛，我要你好看。真是扫兴，明天再战，你小子输定了。比赛终止，大家快上车，注意安全。别愣着了，走，出发，我来带路。发现违规接头赛，立刻扣押他们的车辆。是追击队，他们专门扣押接头车手。你封锁前方唯一道路。这家伙是疯了吗？前面只剩悬崖了。还踩油门？你在想什么？肿的，哇！快看！刚才的飞车有。把你的视频传到轰鸣之心频道，让我的听众们都知道，热弯街头赛来了车技超强的新人。之后起来，先找个地方缓缓。不是吧？怎么就摔坏了呀？
早啊，你的车我得明天才能修好，开我的，爱惜点，他可是我的初恋。福克斯 RS， 运动街头组的性能钢炮，听着声浪就知道他脾气不小。快试车吧，好车手无论开什么车都能拿第一。趁着胎温没降，我们赶紧在热湾找找比赛，看看地图。我听说在热湾要打排位赛都要去集会点。你想去那里啊？热湾有 CBAS 四个等级的排位集会点，先去 C 级试试。那里可是追击队画出来的地盘。追击队还以为他们不喜欢赛车。他们要的是死死地管住街头车手，不听话的都把车。就在热湾职业赛车联盟体育馆里，每位车神都是从这里起步。
就是排位集会点，闻到机油味了吗？热弯几乎所有比赛都能在这里报名。快开始比赛了，我帮你暖好胎了。第一场排位赛，可不要紧张。Thank you.
的街道。